到40年，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是很努力。那夜市每一摊你都要吃咯。你看那个 Kid 哦。Kid 胖26公斤呢。再回到小姐，每菜你每一摊都要吃了，你一直插进，你一直插进，你就插进来，我就受不了。祝福我们说每一个好朋友，大通通得奖，好不好？今年我们这个三立啊，一定要大丰收了，有我们处子之身的彩华姐，市长您得一票了，一次就入围。到40年，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是很努力。那夜市每一摊你都要吃喽？就是我们每这样会有植栽哦。嗯，对，就是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 Kid 哈 ，Kid 胖26公斤呢。消水肿、消胀气、消夜障啊！然后再回到小姐，再回到小姐，每菜你每一餐都要吃了，你爱讲较刺鼻的，你拢无啦，哦，你拢感动，感动啊！你用你一直插进，你一直插进，哎，我就是说，我老公回来了，就插进来，我就受不了。有注意到那个秀慧姐跟奶哥那？哦，那个没事啦。台上哦，在舞台上啊，谁先翻脸，谁就是输家，哎，不可以这样。在私底下就不一样，那这个拳击舞台嘛，我就说了，你上的台两个人不挥两拳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先不要先不要，对，你先打，你先打，不要不要，你这是来真的，那要不然观众要看什么呢？一定要互殴嘛。但下了台的话，擂台上面，擂台上面，不要那么在意。他在台上讲你贱的话，你看你才死贱人呢，骂得更糟 ，OK 的。那谁先翻脸，谁就输，对不对？你骂我贱，我输。不不不不，我就是小贱贱。那也可爱了，不可爱。所以舞台上是耍幽默的地方嘛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还好。现在会觉得奶哥要跟秀慧姐道歉？不用啦，两位加起来都200多岁了，人瑞啊，没意义嘛。所以我以前也是好斗，到后来我现在已经慢慢觉得说，我的人生不会浪费在那些有的没有。那先问一下老唐牛那生意怎么样？哦，厉害了，台中好像这个月开幕，反正路西派你一个月就上缴1200万回来，多的就是你的利润，少的部分我一毛也不会补给你。就是他说你有留一个房子，就被在底层去当化妆的兼职。那个房子是他的，他不会只有一个房子吧？三个房子了，会投资有屁用？会投胎才重要，跟倒霉还要。哎呦哎，谢谢你们，台湾可以恭喜得奖，恭喜啊，恭喜恭喜啊！